大家好，我叫郑飘，是中国人，但现在住在美国。我的工作是中文老师，我今年29岁，生日是7月12号。我爸妈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，一个弟弟和我。爸爸姓郑，妈妈姓张。爸爸今年56岁，妈妈51岁，弟弟24岁。我的外婆也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她今年90岁了，她非常可爱，我们都很爱她。我自己的家现在只有2口人，我老公和我，但是我怀孕了，宝宝6月出生，是一个女孩，她的英文名字是 Blossom， 中文小名叫小花。